好了，今天是小七来我家第57周了，先给他们吃东西啊，然后买了这个老鼠夹，来会一下这里的杰里啊。鸡笼里面啊，大家看好多老鼠洞呀，来会一下这个杰里啊，给他吃点好的，给这个杰里吃点好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先来喂鸡。现在用这个小的喂食桶啊，之前那个大的喂食桶吃的到处都是鸡粮啊，把那些杰里啊全部引到这个鸡笼里面来了。这小的喂食桶的话，每天就给这样一勺，吃完为止，这样也不会浪费，也不会引出来很多老鼠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抓一下这个杰利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请这个杰利吃这个巴西杏仁啊，高档货。好了，陷阱已经布置好了，放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这里。我看到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，放一块在这里，另外一块我们就放在这里。这里我经常看到他们在这里活动。哎呦，吓死人了，啊！再给小鸡拔点这种青饲料，现在开春了，很多这种草啊都可以喂给小鸡吃啊，小鸡非常喜欢吃这种小草啊，丢给小鸡吃，给他们吃点草。哇，他们冲过来吃草了，小鸡也需要补充这种青饲料。好了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期待陆续的更新吧。